从满城在定的时候是客观来讲，很多水泥地什么违章建筑很多，啊，买来以后他们认为它盖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啊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代三期的问题啊，就当初应该是市政府的怠惰啊，让居民啊做了不当的开发，但因为当初有居民做不当的开发，所以实际就可以把它接收过来的这区域，我可以盖我所要盖的东西啊。这点，这个理论我觉得是不对的啊，这个我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的建议就是说，既然实际是一个慈善的团体啊，既然有愿意，说爱护地球、保护地球动作，那为什么我们创造一个双赢甚至三赢的局面？也就是说，要做啊，开发整个所谓生态圈，这我相信所有的你们都会赞成啊。但是，是不是可以把自耕大楼或者其他的部分能够搬到我们的工业区？因为台湾现在目前有很多工业区都控制在那边。这样的话，我相信对大家都比较好啊。好，这是我的建议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的？